華苑年宵市場清晨結束，不少市民天光之前把握最後機會帶走年花，有人出動手推車，工作人員就加緊拆卸攤檔，現場留低紙皮箱等的垃圾，清潔工人忙於清理。有市民執走花檔不要的年花，食環署在現場設置年花臨時收集站加快回收。